安踏冠伟，我们希望跟国内外的货运承揽业者还有航商进行策略联盟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希望能够积极的开拓终端消费品生产者的客源。那另外，我们也会加强国际贸易，还有做一些跨境电商货品的一些物流服务。那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力培养之外呢，我们也希望结合我们在地的资源，能够培养航空货物的处理能力，能够加强结合高雄小港机场，好，提供与空运货物相关的物流服务。这是我们目前未来的一个营运目标。谢谢。